好，所以我们现在先休息10分钟。好，那我们继续上下半段的这个课程，我们要来完成 Taylor series expansion 这个定理的证明啊，来完成这个证明。那么，这里呢，首先我们还是回顾一下啊，所以现在镜头这边大家应该可以看到说呢，假设现在有某一个 D 这个范围，这个六角形的范围啊，在这里面呢，假设某个 FZ 在这个范围里面都是到处都是解析的啊，都可以微分啊。这是一个它这个在这范围内到处都可以微分啊，那并且呢，A 这一点就是待会我们要假设从 A 附近来做展开啊，A 是在 D 的内部，然后呢这个定证理这个定理也告诉我们它这个成立，是有做一个假设，是做说假设说呢以 A 为圆心呢，以 A 为圆心某个 R 画的有点大，重画了啊，以 A 为圆心，然后某个 R 来做一个半径画个圆啊，假设这个圆大约这样差不多啊。好，假设以 A 为圆心，R 为半径画一个圆啊。以 A 为圆心，R 为半径画一个圆，那这个圆呢，是完全落在 D 的范围里面啊。这样子，做以上的假设以后呢，我们就来证明说呢，诶，则在这个圆的内部啊。则在这个圆的内部，我现在改用黄色来画啊。则在这个圆的内部呢，泰勒展开会，这函数会等于它的泰勒展开，等号会成立啊，等号会在这个圆的范围里面会成立啊。好，那所以为了方便讨论起见呢，我们就来假设说呢，这个做这个圆呢，我们来考虑将要考虑一个逆时钟绕一圈这样的情况。所以这整个证明的一个精神，我们先假设这个圆如果逆时钟绕一圈这样的 contour，我们把它取名叫做 C 啊，取名叫做 C。然后当然也是讨论说呢，假设那现在 z 就是在这个 C 的圆的内部里面某一个点叫做 z，某一个点叫做 z。所以我们要接下来为了要证明说呢，f of z 啊，接下来我们要证明 to prove。f of z 等于 summation n 阶乘分之 n 阶微分 a，然后 z 减掉 a 的 n 次方，这是它的基础等号。我要证明等号成立，哪个范围成立呢？在这个任意在这个圆圈圈的内部，每个 z 它都成立啊。所以用到一个步骤是非常特别啊，这是纯粹属于复变，是不跟实变函数有等于是分道扬镳的一个地方。这个证明蛮精彩的，一开始就很精彩。一开始呢，我们是用到的是大家还记不记得有个柯西公式啊？有个柯西公式，这柯西公式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说呢，如果 f of zeta 是 analytic，如果 f of zeta 在 C 这个 contour 里面 analytic。啊，那么则我们以 zeta 减 z 做分母，去绕一圈以后，然后建构出一个这样的东西，去绕一圈做积分啊，绕一圈做积分的时候呢，会等于 f of z 啊，当然要除以2派 i。大家记不记得有一个这样子的叫做 Cauchy formula 啊？所以很特别说，为了证明它的展开，我们是从这个角度来切入。从这个角度来切入，所以有了这个角度切入以后呢，接下来是两个步骤啊。第一个，我先跟大家提要一下，接下来两个步骤，第一个步骤牵涉到凑答案啊。每次要证明恒等式的话，我们常常都先凑答案。第一个步骤先凑答案，然后第二步骤呢，凑不出来的部分，我们假设它会收敛到零啊，并且呢，好。凑不出来处啊，凑不出来的那个项，通把它丢到一个地方，然后去证明它去会在某种条件收敛到零啊，这是这样一个两个步骤的证明啊。所以我们就先讲第一个步骤凑答案。这凑答案怎么凑呢？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式子啊，一除以 zeta 减 z 啊，一除以 zeta 减 z 当然可以硬是把它写成这个样子。而这个是恒等式，这个没有，这真的是凑答案，大家稍微肉眼看一下有没有成立啊？
那你看一下，我数到十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啊，应该是这是恒等式，这个没有什么学问，没任何学问啊。那接下来就比较有趣了，左边这个地方的照抄啊，这个地方照抄，然后右边这个项，右边这项呢，我要把它展开成为这整个东西啊，哇，这看起来就有点复杂啊，有点复杂。那我宣称呢，到这边都还是恒等式啊，这个仍然是恒等式啊。恒等式，这个恒等式怎么看得出来它成立呢？怎么看得出来它会成立？怎么看得出来要成立？为什么会成立呢？给一个 hint 啊。事实上，我们把这个等号，也就是说这项啊。这一项跟大刮胡里面的这个全部刮起来的东西，这两者为什么相等啊？只要同乘以那个一减掉，这是这一条，所以同乘以这一项就可以检查出来啊。我们如果把这个稍微验证一下，这很没有学问，但是很 tricky 啊。所以如果我们把等号，就是说这个地方乘两边同乘以绿色的这个 part 的话，我们就发觉说呢，右边等号的那个不是等号，就是说这个框起来的部分，当然乘出来就乘以后等于一，对不对？然后重点是这个地方啊，重点是真的是有点小复杂。重点是这一项去乘以一减掉这个东西的时候呢，它会直接等于一去减掉这一项啊，所以它真的是一个恒等式啊。所以大家如果觉得不相信的话，可以参考课本或者重看我这个重播啊，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思路。总之，所以说这个第一个步骤是柯西公式啊，但是第二个步骤蛮 tricky 的，蛮 tricky 啊。好，所以如果这个可以成立的话，接下来就变成是说呢，我们要把这一大串东西啊，把刚刚那一大串东西去带入。找到那个柯西公式里面 zeta 减 z 分之一的这一项啊，然后要以右边这个全部来取代啊，要把它取代成这个很大的一串东西啊，这样可以吗？所以我们稍微看一下啊，稍微看一下那个 zeta 减 z 分之一出现在哪里？zeta 减 z 分之一出现在这个地方嘛，哎，所以我们看到 zeta 减 z 分之一呢，就要把它以右边这个全部给它取代啊，全部就给它取代。所以得到的结果就会是现在这个式子，希望大家有发现，就会变成这个样子啊。看到 zeta 减 z 分之一，那首先呢有一个不变的，就是说，除了 zeta 减 z 分之一外，这边有个 f of zeta，这个是照抄啊，这个是就照抄啊。但是呢，剩下的呢，我们就要把那二派 i 这也是照抄啊，橘色部分都是照抄的。照抄，但是绿色部分就是刚刚我们经过这个替换以后，得到的结果啊。所以我们来仔细看一下这绿色部分会导致什么？仔细来看啊，仔细来看呢，首先呢，颜色都快不够用了，再用换一个颜色，换一个灰色啊。首先这个 zeta 减 a 这个地方啊，zeta 减 a 这个地方呢会出现，好吗？然后第二项有出现 zeta 减 a 再乘以 zeta 减 a，所以是 zeta 减 a 的平方啊，然后分之 z 加 a，就是 z 减 a。然后第三项呢才是 zeta 减 a 的，等于是总共有三次方在分母，这样大家可以理解吗？然后这个分子地方是 z 减 a 的平方啊，所以做一个仔细的检查，就是说呢，到这边为止的话，希望说大家可以了解说，在这个中括号范围以内的东西啊。但是，它应该会等于这些，这样子可以一直展开下去啊，可以用柯西积分公式一直展开下去。但是呢，再往下看一个等号，所以接下来呢，接下来到这个地方啊，接下来到这个等号地方二派 i 照抄啊。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说，一项一项来看啊，第一项会等于什么呢？第一项我们就直接会等于二派 i 乘上 f of a 啊，因为这是也是柯西积分公式，right？
那第二项会怎么样？一项一看啊，第二项我们来写写看。第二项的话，大家有没有发现说这里有这个东西啊？然后有这个东西，对 zeta 做环状积分，我把它 blow up 啊，要看比较清楚啊。写写看第二项应该长什么样？我刚才 apply 柯西积分公式，先把跟 zeta 无关的东西提到外面去，可以吗？啊，我总是可以把跟 zeta 无关的东西先提到外面去，那就是 z 减 a 啊。那剩下里面的东西呢？apply 柯西积分公式会发现它等于二派 i 乘上什么呢？二派 i 乘上 f 的一在 a 这点的一次微分啊。哦，这样子，如果大家觉得还是很奇怪，我们就开始，你开始可能可以渐渐感觉到它会什么东西会冒出来。第三项我们继续看了啊，第三项如果我们继续看的话，假设先把这个跟 zeta 无关的东西提到外面去，可以吗？把这跟 zeta 的东西无关的东西提到外面去，就有个 z 点 a 的平方出现了啊。然后呢，剩下的全部大家肉眼看一下，剩下全部有灰色的部分显示的是。那个可以再次去 apply 柯西积分公式，这个时候呢会跑出二阶乘分之一，然后是 f 的 double prime 在 a 那点微分两次，好吗？所以大家有没有发现说，哎，原来柯西积分公式它是会把态的展开一项一项都吐出来啊？有没有发现？所以其实，如果我们很偷懒的话，啊，如果我们很偷懒的话，就可以说证明完毕啊，一项每一项都吐出来啊，就是证明完毕啊。但是我们不可以这么偷懒的一个原因，就是出在最后这一项的形式不一样啊。我这边再换一次，再用灰色来画这块，不可以这么偷懒，原因是因为现在我涂的这一项。这一项它并没有满足柯西积分公式所要求的那种形式啊，所以它最后呢只好照抄啊，只好把它那个无法处理一份全部还是老老实实的抄进来啊，全部那个就要抄进来，然后我们再偷看一下上面啊，所以你看到这边这个 f zeta 在这里 f zeta 要出现，对不对？然后，刚刚这个全部这边啊，全部这里会出现在周遭所有的每一项都要把它凑回来啊，并且我们承认这个还要，它会有一项总是，到 n 项 n 减一次方的时候已经涂出来，到第 n 项的时候还剩下的东西是现在这个灰色的地方啊。我这边顿一下，大家这样可以了解吗？最后还会剩一项东西啊。当我们可以 n 可以一直往上，但总之它最后会存留一项这个剩下的东西。那我们就把它稍微整理一下啊，把这个一项一项已经都吐出来，很开心啊，这个非常开心，哇，好棒！它的展开几乎一项一项就其实基本上透过柯西公式就一项一项吐出来啊，吐出来后，但是最后我们要说明说，最后剩下的这一项呢，给它取个名字叫做 remainder 啊，就是剩下的东西，R 是 stands for remainder。剩余的东西剩下这个剩余这个东西呢，我们要给它一个名字啊。然后这个还要去再做我刚刚讲的，这就是所谓凑不出来的那一项，好吗？这就是我刚刚讲说凑不出来。哎，这一项并没有出现在它的展开里面啊，凑不出来这一项的项次啊。不是项目，项次啊，所以剩下的这个东西，我们还要额外再去证明说呢，证明什么呢？希望说啊，当我们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呢，这个 Rn of z 啊，不管 z 是多少，for any z within c 啊，我要证明这个 technical 要证明这项会趋近于零，这样我们才可以说，哎，它的展开的左边啊，它的展开式的左边是 f of z，那右边这个东西呢会。恒等于这个，到这边都还是恒等式啊。但是如果我们假设说呢，当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
假设当 n 趋于无穷大时，这一项收敛会趋近于零的话，我们这样才算是完整的证明说 f 的 z 真的会等于这个等号，真的是成立的，让大家了解吧。啊，实际上这个思路是这样，所以我顿一下啊，顿个几一下下啊，喝杯水。好，所以接下来就是一个比较，也是就是一个 technical 的检查而已啊，就来看看。那这边呢，注意到说这个 R of z 啊，这整个到前面有一个东西，然后后面呢，后面会是一个 c 的这个，在 c 这个绕一圈做积分啊，绕一圈做积分。所以我们要证明一个东西绕一圈做积分，然后它可能收敛到什么地方的话，可以用到还是仍然用到 ML 棒，记不记得有这个 ML 棒？一个东西呢，所以我们现在要考虑的就是这样的事情啊，我来写写看。我们要考虑就是来 consider R，我把它 below 给你的啊。那接下来这个东西很蛮 technical 的啊。考虑这个 R n of z，先找它的绝对值啊，这个绝对值。那这个绝对值当然它就会等于二派分之 z 减 a 的 n 次方的绝对值啊，然后去乘以里面的这个积分的绝对值，来啊，照常啊，所以这里的话，zeta 减掉 z，然后 zeta 减掉 a 的 n 次方，我老老实实把它抄上来啊，f zeta 对 zeta 做积分，这个的绝对值。这个的绝对值，然后我们就来各个击破啊，来各个击破。首先呢，我们看一下其中什么呢？要怎么各个击破？首先我们看一下哈，因为这个积分 zeta 是在，还是重新画一下图，记不记得我们刚刚其实有画说以 a 为圆心，c 是什么？c 是以 a 为圆心，然后某个 r 为半径。画的一个圆，好，right，这是我们所谓的 c，然后它是，所谓的 c，然后它是 counterclockwise，right，这是我们的 c 啊，所以 a 为圆心，r 为半径做一个圆，那所以在这上面做积分的时候，zeta 在这上面跑，因为是这个 zeta 在上面跑啊，zeta 是在 c 上面跑，那所以在这个圆上面的话，on c，note that。On C, we have zeta 减 a 的绝对值是完全等于 r 嘛？这个当然毋庸置疑的，对不对？那接下来看到这个，在这个积分的过程中呢，还出现一个 zeta 减 z 啊，z 那 z 是什么？z 是在这个圆圈里面的某一个点 z 啊，within C 的某一点 z。所以我来做一个假设，我们来假设说呢，OK，像 az 的这个距离啊，az 这个距离，画的好烂啊，画好一点。AZ 这个距离，还是这么，手在发抖，太兴奋了啊！AZ 的距离啊，不管了，AZ 这个距离，我画的是直线的啊，我不承认我画的是曲线啊。AZ 这个距离，我们假设它等于 rho 啊，大的叫做 R，这个叫 rho 啊。咱们假设 now let a rho define 成就是 z 减 a。z 的 a 的距离，那我们知道它是在圆的这个 c 的内部，所以它是小于 r，好吗？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积分啊，这个积分啊，里面呢分子分母总共有三项，大家可以同意啊，大家应该可以同意吧？其中呢，on c 啊，仍然我们是说，所以 on c 啊，在这个路径上面，在这个路径上面到处啊，我们发现说呢，首先，zeta 减 a 是等于 r 啊。那 zeta 减 z，我想要讲的是这些事情。zeta 减 e 的绝对值啊，它应该有一个下限啊。意思就是说呢，在这个点上面，这边这个线段应该就是 zeta 减 e 的绝对值的
小值啊，它是这小值是小于等于大 R 减 rho 嘛，这个大家应该可以，我、哦、是大于等于，sorry 是大于等于啊。zeta 减 z 的这个最这个距离它的最小值是 R 减 rho 它是大于等于，这样大家可以同意吗？On C 啊，在 C 这个 contour 上面，zeta 减 z 这一项，zeta 减 z 这一项的绝对值是大于等于 R 减 rho，所以我们得到一个综合起来看，所以这个东西啊，f of zeta 除以 zeta 减 z 再除以 zeta 减 a 的 n 次方，这全部的绝对值它应该会小于什么呢？小于 maximum of f zeta on C 啊，去除以什么呢？除以 r 减 rho 再除以 r 的 n 次方，我写小于等于好了，其实无所谓，小于等于啊，这样子，so far 可以理解吗？哦，这只是一个简单的绝对值处理，然后我们来真的是仔细去考虑说 z 在哪里啊？A 是圆心啊，那 c 是以 a 为圆心，大写 R 为半径画的圆啊。那既然 z 落在这个圆里面，所以 a 到 z 之间的这个距离叫做 rho 啊，这个 rho 是小于 r 的，这样大家可以了解吗？啊，这个 rho 是小于 r 的啊，所以这些我们都先把它。给详细的思考一下啊，就会发现说呢，诶，原来被积分的这个里面东西先取绝对值，里面东西先取绝对值的话呢，它其实有个上限啊，它是 upper bounded by 这样一个东西啊，有了上限，剩下就非常好办了啊，剩下就非常好办，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另考虑极限了，我们就来考虑极限，所以 limit n 趋近无穷大啊，n 趋近无穷大这个。Rn 的 z 次方啊，它就会小于等于什么呢？小于等于 limit n 趋近无穷大，然后就照抄啊，z 减 a 绝对值的 n 次方啊，那通通是照抄二拍，然后剩下的东西呢，我们要考虑就是 ml 棒啊，剩下东西就要看说这个积分啊。积分的绝对值，我们就可以 apply ml 棒，里面东西绝对值的最大值已经是小于它了，这是 m 棒，这个东西本身就是这个积分的绝对值 m 棒。那 l 棒是什么呢？所以 m 棒我们先抄起来啊，r 减掉 rho，然后大写 r 的 n 次方，然后分之这个 max，这个 max 什么什么什么东西，我们就先大家知道啊，是在这个 max，然后。剩下 L 棒就是说，这绕一圈的总长度啊，这个路径积分的总长度的话，那个路径的总长度当然就是二派乘上 R 嘛，啊，二派乘上 R，好，二派乘上 R，所以呢，我 claim 说呢，这个东西真的会趋近于零啊，这边就会趋近于零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说呢，大家发现唯一跟 n 有关的部分出现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哎。现在这个地方跟这个地方，但是呢，我们知道到 z 减 a，但是呢，因为 z 减 a，我们已经规定 z 是在这个圆盘里面，所以 z 减 a 这个绝对值，其实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rho 嘛，啊，这个 rho 是小于 r，所以无怪乎呢，这边是 r 的，所以limit n 趋近无穷大 r 分之 rho 的 n 次方当然会等于零啊，所以这个就是完成我们最后的检查，就发现说呢。诶，真的 zoom out 一下，真的 zoom out 一下，我们 f of z 呢，终于long story short，f of z，好，决定用紫色啊，终极清华大学颜色，我们终于发现 f of z 呢，透过柯西积分公式啊，透过这个用法，它一项一项的把那个它的 series 的每一项都吐出来啊。这边当然牵涉到二派 i 跟二派 i 都消掉啊，每一项 tercity 的每一项都吐出来，并且剩下的那项管它是什么，它总之 n 趋近无穷大的时候，它会趋它的绝对值是趋近于绝对值是趋近于零的，那所以它本身是趋近于零，所以这个两边等号会成立。成立的它条件是什么？复习一下，
成立的条件是说，成立的条件是说，只要想要在 A 附近展开，想要在 A 附近展开，只要呢画的那个圆啊，画的那个圆以 R 半径画的那个圆，整个圆盘都落在解析的范围里面，等号就会成立，这就从而证明了我们对于等号成立这件事情的一个仔细的探讨。好，any question？所以这个证明我是觉得蛮精彩的。我看一下还有什么漏讲啊？这个就让，所以今天做个总结啊，做一个总结。所以不是总结，说这个题目的总结啊，Taylor theories。总结，我觉得这里面比较精彩，就是说。Taylor series 这个等号成立这件事情啊，以及它等号成立的这个条件是说呢，只要以想要展开那点作为圆心去扩张这个圆，只要这个圆扩张到还没有落到没有任何一个点已经延伸到解析的范围以外，则所运用泰勒展开所建构出来的那个 power series 会跟原来那个函数是相等。在这个圆盘的内部，到处都是相等啊。那用到是柯西积分公式，一项一项涂出来，最漂亮的地方是运用到柯西积分公式啊。那么最后一项就是纯粹 ML 棒的一个比较技术上的东西，反而那个不是特别重要。我希望大家观念上会去记得说啊，原来泰勒展开在复变这个领域里面呢，它是透过柯西积分公式，看起来每一项是微分的，事实上它是用积分绕过去来。证明这个等号会成立啊，所以是先有柯西积分公式，才有泰勒展开。这整个介绍的顺序必须是这样的啊。那我想我们先休息一个3分钟左右，那我把另外一位讲义调出来，我们待会来进行下一个主题啊。好，我们先休息3分钟。